我请Wilson 弟兄，你带领我们，为着我们要听到，预备我们的心，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向你感恩，因着父啊，你将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你拯救我们，让我们从罪恶当中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今日我们在这个主日当中，我们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温柔谦卑的心来领受上帝你的道。我们求主你恩膏许牧师的口，求主你使用他，将你的话语传讲清楚，以正义分解上帝你的道，使我们众人无不屈膝在你面前，愿意降服在你的旨意之下。我们求主你真是如此的引导我们，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要读13到第17节。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要读13到17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的同声的来读这几节的经文。第一章13到17节，来，一二三，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保罗要如何向加拉太的人证明他素来所传的福音乃是从神而来的福音，而不是自己冥想、自己反思悟出来的道呢？好像佛教就是悟出来的道呢？保罗就在这段经文当中强调他悔改的经历，特别他要强调在悔改的经历当中，神在整件的事情上，神是主动性的。Okay, 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讲到他悔改的经历，他要强调的是不是我本来预备好的，不是我事先想好的，乃是上帝突然主动主权性的介入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保罗非但没有用一段的时间自我反省来预备自己悔改，反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看到保罗就说他向来是热心的犹太教徒，而且是相当相当的狂热的犹太教徒。所以他往大马社去是要参加布道会吗？不是。他往这个大马社去是要参加圣诞报佳音的聚会吗？不是。他往大马社去本来预备的就是要怎样子抓拿基督徒，结果当然我们知道了，他所预备的不成，他要去抓基督徒，结果他自己被神抓去。所以呢，他所预备的不成，我们说还是好事。所以你发觉了，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计划不成，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不成，不一定是不好的事。保罗的生命当中，你看他所计划、所要安排、所要做的事情，哇，要去做，而且要成就大业，结果不成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所预备的、所计划的不成。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在半路向他显现。
这个的大光四面照着他啊，所以这个是四面哈，不是一面哈，表示这个是不是一个自然之光，是四面照着他，就问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就说：主啊，你是谁？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他竟然问主啊，你是谁？他明明他是侍奉上帝的人啊，他至少自认为我已经侍奉上帝许久了，我是一个热心为主传道的人，我是热心侍奉上帝的人。但是呢，突然间这个主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这么热心侍奉他，他竟然大光四面照着他，让我扑倒在地上。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他，但是他知道这是主，他说主啊，你是谁？啊，前几天我还记得我跟这个我的女儿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称呼主啊？又问他你是谁？那我说是啊，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地方。他说主啊，为什么他称主啊？他还问你是谁？我说你问的问题很好。他一方面他知道这是主，他说主啊，但是他问你是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侍奉上帝许久，但是他面对主的时候却不认识主。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人，你可能去教会许久，你洗礼了，你也在教会里面有参加侍奉，你也派单张啊，你做招待员，你做陪堂员啊，甚至你做筹委等等，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们当中有些人面对主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是谁？原来你发觉你一生你所侍奉的不是主，可能你一生侍奉的是你自己。结果当你面对主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你跟他没有关系啊，他是对你来说是一个陌生人。原来你一生可能你所侍奉的可能是你自己。你这么的努力的侍奉，这么努力所谓传福音，这么努力的做许多事情，这么努力的这个筹备许多的事情，到底你是为了神还是为了你自己？当保罗面对主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就回答，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乱了，我自认是侍奉主的人，现在主说我是逼迫他的人。保罗以为他要去抓人，结果他被主抓住，他整个的信仰，整个人生颠覆了，所以他跌倒，跌在地上，其实他不知道怎么爬起来，真的不知道怎么爬起来。他整个过去所坚持的，过去付出多大的代价，所坚持，所持守的，现在完全的颠覆了。所以保罗的过去不是信仰有一点的偏差，现在归正的。我要说的是，保罗现在才刚刚悔改信主。而特别我要讲的是，很多很多的人都自认为他是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呢，我以前我在这里好多年，应该都几年前有讲过，很多人以为是叫做 second blessing， first blessing 就是这个的信耶稣基督，所以要有 second blessing， 第二次祝福，所以领受圣灵才真正的生命很大的改变。第一次的这个的恩典呢，只是信耶稣而已，但是呢，生命还是一直的在罪恶当中，没有办法得胜，所以需要 second blessing， 第二次的祝福，那生命才能够很大的这个的改变。其实不然，其实很多人所谓的 second 第二次蒙福的经历，可能是他刚刚重生得救，因为他第一次所谓的蒙恩当然不是真正的，但所谓的蒙恩就是因为他洗礼了，因为他在布道会里面他举起手来，因为他在布道会里面做了决志祷告，因为他听过福音，因为他在教会里面他有参加很多侍奉，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是教会的执事，因为他从小在教会里面参加诗班，他就以为他是基督徒了。不过后来他所谓的 second blessing， 他突然间圣灵大大的感动他，
他生命完全改变了。其实很多人所谓的 second blessing， 第二次祝福，其实是他真正的刚刚重生得救。那我也说的，保罗在这里，我在说他过去他不是信仰有一点的偏差，现在归正的，而是保罗刚刚悔改信主。所以犹太教是与基督教和旧约的信仰是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请你不要把这个的旧约就当成是今天我们所谓的犹太教。我上一次我已经解释了，我们所讲的，今天我们当我们讲犹太教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犹太教的定义其实就跟保罗在这里的定义是一样。你看保罗说什么，我过去我在犹太教当中我是怎样的竭力的侍奉。所以呢，这里所讲的犹太教就是我们今天所定义的犹太教，就是不是靠恩典，乃是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功劳，盼望蒙上帝所悦纳。但是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信仰是跟旧约信徒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是跟我们今天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因为旧约的信徒跟我们今天的信徒一样，我们都是因为恩典，借着信心仰望那中保耶稣基督，以及我们蒙恩得救。亚伯拉罕是如此，摩西是如此，亚当是如此，今天的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跟犹太教之间的差别可以与生和死、光明和黑暗之间的差别相比。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哎呀，我们跟回教跟犹太教是 brother， 我们是差不多一样的。很多非基督徒都这么认为的，哎呀，你们都信仰都是一样的啊，这个是没有研究的人，不明白的人，就看起来差不多一样，但是你真正明白，你就发觉了这是天渊之别。好，上一次我们谈到了这些的重点，那今天我们继续要看这段的经文。保罗信主前是一个非常热心持守犹太教信仰与传统的人。OK， 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看到，他非常的热心，他持守犹太教的信仰，他持守犹太教的传统，他非常非常热心的持守坚持。所以第一方面，我们看到保罗是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说到，他比他自己国家，就是犹太他们人的群体当中，比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出生第八天受割礼，从小熟读律法，在最著名的犹太拉比大师加马列之下受教在当时候来说，犹太拉比的大师就是加马列。所以当时候他在这个非常著名的大师加马列之下受教训，年纪轻轻就获得犹太公会正式授权，带领着人去抓拿基督徒。所以你发觉了他年纪很轻，但是他竟然是这个叫做什么呢，是获得犹太公会正式授权，他是带队去到这个的大马社去，他要抓拿基督徒，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所以在同辈的年轻人还在关心享乐，还在玩耍游戏的时候，保罗就已经成为犹太领袖了。你可以想象得到吗？他非常年轻，但是他已经成为犹太的领袖了。所以呢，他从小他就已经在犹太当中非常的火热，非常的热心。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对犹太的律法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并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犹太的领袖，非常的热心，成为许许多多同岁的人当中的榜样。但是当他面对主的时候，他突然间问了这个问题：主啊，你是谁？这就有点像今天突然间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教导神学，
教导很深的神学。突然间有一天，他问主啊，你是谁？你说你是教导神学的，你是教导很深奥的奥秘的这些神学，神的话语非常精细系统性的教导的，竟然当你面对主的时候，你问主啊，你是谁？这就好像教会的领袖，比如说许牧师，突然间有一天在讲台上问主啊，你是谁？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情况呢？因为人可以有多姿多彩的宗教生活，却完全没有实质的基督徒生命。我再说一次，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人可以有多姿多彩的宗教生活，他可以参加很多的活动，可以参加许许多多的事物，甚至在教会里面有岗位的。所以我们人可以有多姿多彩的宗教生活，却可以完全没有实质的基督徒生命。我过去我在东马侍奉的时候认识一个少年人啊，他这个少年的时候，他就成为牧师的好助手、好帮手，所以牧师出现的地方他就出现，所以牧师就会把很多的事情交托给他去做啊，他是牧师很好的帮手，什么的大会他都是筹委，非常的热心哇，许多的时候你看，只要牧师在的地方都看到他，只要教会有什么活动，大的活动要什么的大会，他都是筹委，很重要的筹委之一。但是今天他不再去教会，今天他否认他是基督徒了。那你呢？你有宗教的生活，有圣经的知识，但是你真的认识神吗？你与神有关系吗？这个的卫理公会的创办人卫斯理约翰，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将来当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有三件的事会使你惊讶。第一件的事情，你以为会来的结果没有来。 OK， 你以为会来的，哎，怎么没来了？第二个很惊讶的，你以为不会来的结果他来了，哎，可能他最后一刻他信耶稣了，你以为他不会来的，他来了。他说还有第三个会使你惊讶的是什么呢？没有卫理公会的会友。 OK， 不是我讲的，是卫斯理约翰讲的。当然他的意思不是说卫理公会的全部不得救，不要误会这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能够上天堂不是因为我们是卫理公会的会友。同样的，我们之所以能够上天堂，不是因为你是归正福音教会的会友，不是因为你参加很多的侍奉，参加很多的活动，你有参加很热心做一些的事情，那是因为你真正信靠耶稣基督，你认识神，跟神有关系。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有一天当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坐在这里的，我们有多少的人，我们是真正认识上帝的，就是说我们真的可以上天堂，我们真正认识上帝。我很盼望在这里坐的每一位，我们是真正从神得救的，我们真正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我在说你不要惊讶，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已经从小洗礼了几十年去教会，可能他没有真正从神得救。我在说你不要惊讶，你也不要以自以就以为他已经洗礼了，他在布道会当中他举手了，他已经做了决志祷告了，他教会当中热心侍奉了，他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一定。但是我很盼望在这里崇拜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已经真正领受神恩典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保罗是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但是竟然他不认识主。第二，我们看到他说什么呢？我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
保罗是有宗教的热忱，他热爱犹太律法，热爱犹太民族，热爱犹太的传统，他是非常的热心 passion 在他的宗教里面。其实他一生的目标就是成为像加玛列这样子的大师，诠释律法，教导律法，并且他很盼望就是成为犹太人的领袖。那保罗有没有达成他人生的目标？有，因为他在加玛列之下受教训，他已经怎样子对熟读犹太的律法，并且也教导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他已经成为教师，而且他也成为犹太人的领袖，而且是年纪轻轻就成为犹太的领袖。他的确达到了他人生的目标，在人生的巅峰带着一群的犹太人去到大马色，要抓拿基督徒，要把他们放在监狱里面。但是呢，就在他达到人生的目标，就在他在人生的巅峰的时候，他突然间与主相会，他就跌倒在地上，整个人生他过去所坚持所建立的完全崩溃了。他信了耶稣基督后，甚至我们看到他过去所一生所要达到的，他达到了，他达到了人生的巅峰，达到了一生年轻的时候梦想所要达到的，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达到了。但是呢，当他面对主的时候呢，他过去所达到的所经历的完全崩溃，完全没有用。所以你看到，当保罗信了耶稣基督后，他讲了一句非常伟大的话。保罗信主后他说什么呢？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就表示说，过去看为最尊贵最伟大的保罗说，现在看为粪土。哇，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大受感动。保罗真的是生命180度的改变，过去热爱的现在看为粪土。我过去的时候，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很喜欢捡垃圾。我不懂我们的小孩有没有这样子的。我过去很喜欢的，在地上就看一下，有一些什么晶晶亮亮的东西就捡一捡，看到地上有什么人家不要的丢的，我就捡了，我就偷偷的拿回家，放在我的橱里面，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橱，就放在里面。有一次的时候，我就看到，地上有个白白色的东西，我就去翻去捡起来，后来才发觉到那是狗粪。我以为是宝，哇，我看到地上又有什么东西，我去捡起来，发觉到原来那是狗粪，干掉的狗粪，很臭的狗粪。现在保罗要讲什么？我过去他已经达到人生的有社会的地位，有名誉，有地位，有宗教的地位，名望，什么都有，人生的高峰。现在他信了耶稣基督后，保罗说什么？我看这些如粪土。前几天当我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哇，有一段的经文我很受感动，也使我很大的反思，就是这个的上帝要毁灭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我就想看了这个经文当中，我就看到到底这些的人是怎样的反应。我读到，就是当上帝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上帝的使者，三个使者来了，要这个的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当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罗德迟延不走。神的使者已经叫他要走了，快点要走了，要走了。圣经的经文他们说的什么？罗德
迟延不走，一直不想走。为什么不想走？因为罗德在那里活得很好啊，他在那里活得很好啊，我在那里有社会的地位。为什么我们知道有社会的地位呢？原来罗德在那里，你看到吗？他坐在城门口，原来坐在城门口的人有社会地位的，所以他在索多玛俄摩拉混得很好，生活很好，很优越，在那里有社会的地位。一方面我是基督徒，一方面呢，我在这个罪恶的城市我混得很好。所以他坐在城门口，哎，看到有人来，结果他就招待他们。但是我看到特别这样一句话，罗德迟延不走。然后我看到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太太更可怕。圣经里面说，罗德的太太回头看，天使已经说你们要赶快走，不要再回头。这个的罗德迟延不走。为什么迟延不走？我还有很多黄金在家里面，我还有很多东西要收拾，我在这个社会里面我有地位的，难道我就这样子一走了之吗？他明明知道就要毁灭了，他迟延不走。但天使一直催他，快点走快点走。最后走他算了，人生如梦，赚到了一切，哎呀不要紧了，算了，虽然很舍不得，算了，走吧。所以已经走到外面了，走到另外一个城了，将近到另外一个城，罗德的太太才记得，哎呀，我的 diamond， 我的戒指，我的 cash 还放在 Melodin 里面，可能是不是我们就放在，哎呀还没有拿怎么办呢？回头一看就变成岩柱。那我看到这两个人，我在思想保罗的时候，我就想保罗这句话很伟大，他说，因我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啊，我看到保罗的生命真的是180度完全的改变，过去所骄傲的，过去所自夸的，过去认为是非常的宝贵的，现在看为地上的那个粪土，因为他已经得着了耶稣基督。你的生命是否曾经经历这样的改变呢？过去所讨厌的现在热爱，过去所热爱的现在讨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性情完全的改变了。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会这种性情180度完全的改变。可能过去你最讨厌的就是读经祷告听到啊，过去可能有人叫你去，哎呀，因为我爸爸妈妈叫我去我就去了，因为我的朋友拉我去我就去了。像昨天晚上啊，当我们在这个报佳音的聚会，那昨天我分享，那有一些的，我看到有一些慕道友，他还是很注意听，但有一些的慕道友呢，就很不甘愿的听，是不是？就坐在那边这样，手头低低的啊，有一些就看手机，当然我一看去都看得很清楚，那有一些很专心，有一些很不甘愿，一看就知道有一些很甘心来，有一些的人很不甘愿来，是被老婆、被老公还是被谁逼来的，他很生气，坐在那边这样子手插着，一边看手机。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生命还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最讨厌的就是读经、祷告、听到，是不是啊？每一次当我们在布道会或者是一些福音性聚会的时候，你看到一开始的还可以，唱诗还可以啊，这基督教的音乐还不错，可以听听，但是到什么时候他们就走出去啊？讲道的时候，是不是啊？我不是说他们很喜欢基督教音乐，不，他们觉得不错，哎，也觉得很美妙，因为 shopping mall 也有很多都有这种的圣诞的音乐诗歌嘛，所以他们听听觉得不错，但是在什么时候出去呢？就是讲道的时候就出去。什么时候打瞌睡呢？讲道的时候打瞌睡，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还没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最讨厌的就是听到，最讨厌的是读经，更讨厌的是什么？祷告。
他们不喜欢这个东西，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很无聊，没有意义。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过后呢，你发觉的确性情完全改变了，过去热爱的东西现在看为粪土，没有意义，过去所讨厌的现在却很喜爱，过去热爱犯罪现在却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热爱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180度完全的改变过来。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经历这种180度的改变。过去你热爱的现在看为粪土，过去看为粪土的现在热爱。如果没有，请听清楚我接下去要讲的话，如果你没有经历这种的改变，你很大的可能还是非基督徒，你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我再说一次，如果你没有经历这种的改变，你现在仍然觉得读经很无聊，祷告很无聊，听到很无聊，哎呀，听听说说无动于衷，读圣经读读就看故事这样子读读，但是呢就是久久一次，叫有读经吗？有。什么时候读经？一个礼拜读一次。什么时候？就礼拜天咯。说礼拜天崇拜读经吗？有没有读圣经？有。哪里没有？有。每个礼拜来这边就读经吗？是不是因为大家都读吗？我不好意思，我当然读咯。有没有祷告？有。我有说阿们了，因为牧师讲带祷告，我有说阿们了，我有祷告。平常呢？没有。我们仍然活在罪恶当中，喜爱罪恶。那如果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你没有经历过这种生命的改变，很大的可能你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我过去的时候我的确也是这样的， 我是基督化家庭中长大，我是第二代基督徒，从小 去教会的，从小洗礼的，我是婴儿洗礼。但我过去去教会只是因为传统，就是家人带我去我当然就去了，反正那边有很多的朋友一起玩嘛，是不是？ 何乐而不为呢？说去教会很好玩嘛，很多小孩，我们教会很多小孩也很喜欢来教会嘛，因为教会很多朋友嘛，当然很好玩。我以前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也一样嘛，当然喜欢去教会，为什么？很好玩嘛。因为我是小地方长大，没有很多摸什么可以摸来摸去的，可以没有的，没有地方可以去，要去哪就去公园啊，不然就打球，不然就去教会讲话嘛，是不是？就很喜欢的，所以我们去教会，牧师在台上讲道，我们也在楼下讲一个道，那个道什么？胡说八道的道，我就跟旁边的讲得很兴奋。哇，曾经我一次的牧师就指着我不要讲话。我还记得有一次牧师就骂我们，我的那个团契的主席也曾经训过我，所以我们很难，我们就要一起坐就讲话，因为觉得牧师讲得很闷。觉得读经祷告也只是一个传统，是的，我从小我都有祷告，都是祷告，都是习惯性的祷告，跟神没有真正的建立关系，更不爱读经。但是当我后来真正重生得救，我是听唐牧师卡带真正重生得救过后，很奇妙的，不是我自己逼我自己的，就很自然的就开始读圣经。每一天读三章的圣经。我虽然我听到唐牧师说，他说他年轻时候一天读11章，我很想学，不过没有办法，就哇花很长时间。不过我很甘心的一天就读3章，很早起来，没有人逼我，就5点半，大概是5点半我就起来，我就自己读经，自己祷告。但我很享受，过去说很讨厌，觉得很无聊的，但后来我觉得很享受，很享受读经，很享受祷告，很享受听到，很享受学习神的话语，甚至也开始学习。不是我信主很久过后，我刚刚信主，我也开始也想要去布道，但是不知道怎么布道，因为没有训练过，不知道怎么布道，没有说过什么三福四律，什么什么福音桥，什么什么训练都没有。就是，但是我后来我知道就有，我就拿出这个我哥哥的书有这个三福，我就自己背。背了几个大纲就预备好就去派单张，我一个人就骑着摩托就去派单张，
有一个人要这个肯给我进去里面，那我就跟他布道，哇，吓死了，真的是吓死了。本来预备的大纲很长了，只剩下可能我不记得五六点，可能只剩下两三点讲完了，不知道怎么，但是很觉得很喜乐，可以传福音很喜乐，可以读经很喜乐，可以向神祷告很喜乐。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你有没有经历这种的改变？保罗的生命180度完全改变，过去热爱的，现在看为粪土。讲难听一点，你早上去厕所的就是那个，过去这么宝贵的，现在看为粪土。好，第三我们要讲的，保罗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保罗过去在犹太教行什么事呢？这里就说他怎样子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表示保罗不单是有犹太的宗教的生活，不单是在一个情感上是一个狂热的犹太教徒，而且是用行动来表达他的狂热。你看了吗？第一点我们说了，他不单是有犹太教的生活而已，他不单是热爱他的犹太教的这个生活，而是用行动来表达他的狂热。他做什么行动呢？杀害基督徒，逼迫教会，抓拿基督徒。哇，你看他是非常的狂热的，比他同岁的人更狂热。他是去杀害基督徒，抓拿基督徒，逼迫教会。他以为他这样子是热心的侍奉主，但是竟然他面对主的时候，主问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说：“我没有逼迫你啊，我是侍奉你的人啊。”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有热心吗？有，但是这样子的热心不是按照真知识，因此他越热心越损害教会，越热心越不荣耀主。我再说一次啊，因为他的热心不是按照真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此他越热心越损害教会，他越热心越不荣耀主。如果我们对真理是一知半解的，有可能我们越热心变成是损害教会。你对真理是一知半解的，很可能你成为攻击教会、毁谤教会最厉害的人。因为你至少你认为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是你的知道不是纯正的知道，不是基要的知道，不是正确的知道的时候，是一知半解的时候，你越热心，结果你可能变成损害教会、毁谤教会、攻击教会最厉害的人。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完全懂了才侍奉，当然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已经侍奉的，我们是否愿意继续谦卑学习真理呢？很不容易。我们刚刚侍奉的时候，我们很愿意谦卑柔和的心来学习。哎呀，牧师啊，我什么都不懂啊，你叫我做什么，我跟我配搭。当侍奉九年了，一定要九年，不是很久的年，九年了，十年了，20年了，那开始不一样了。我们就常认为我是很懂的人，我是有经验的人，我是懂这些方法的人，我是懂得怎样子写计划书的人，我这些我都懂。我们就很难再次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来学习，结果我们的一知半解，越热心变成可能是毁谤教会、攻击教会最厉害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怎样子能够越知识越多、经验越多，我们能够越谦卑。我在说这个真的是很难很难的，真的在教会里面也是很难很难的。
求神帮助我们。再说我们一定要知识越来越成长，经验当然我们越侍奉越长久越有经验，但是怎样子继续有一个谦卑的心，说我愿意学习，我愿意改变，我愿意成长的心，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到了这个的十三十四节，我们再来看十三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三和十四节，就刚才我们所讲解的十三十四节，来一二三，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唯有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哇，你看保罗就是这样子的人，那像保罗这样子的人可能悔改吗？可能信耶稣吗？我们常常听见人说，哎呀，我的那个某某人啊，我不懂那个某某人是谁，可能是你的爸爸，可能是你的妈妈，可能是你的老公，他绝对不会信耶稣的。如果他信耶稣，明天太阳从西边升起来，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用唐牧师的话，你不只是听过，你还讲过，是不是？我的那个某某人，他绝对不会信耶稣的。如果他信耶稣基督，太阳明天从西边起来了。但是我们要相信一句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是否真的相信这句话呢？最近我第三次看这个宋尚杰的日记， 我有一个的感想，很大的感触。为什么在宋尚杰的侍奉中看到有许许多多人悔改，在他的聚会，在他的辅导，在他所谈话的过程当中，有许许多人听得到就悔改。当在许许多时候，在我的侍奉当中，我所看见的，把人的悔改这么的难，要就是不悔改，要就是有悔没有改，有的还有一些是完全不悔改，当然这是最惨的，有一些是有悔没有改。哎呀，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子，那有改吗？没有改。懒惰的继续懒惰，不追求的继续不追求，软弱的继续软弱。所以我当我读这个宋尚杰日记的时候，有这个感想。当我发觉一个事情，宋尚杰非常的注重祷告，这个是他侍奉当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记号。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他甚至在年老的时候认为最重要的侍奉就是祷告。他祷告表示什么呢？祷告表示不能依靠自己，祷告就表示需要神开恩才需要祷告嘛，是不是？我常常就说了，如果我们什么都有，很多人都不祷告了，是不是？如果教会很多钱要买这个教会的车，福音车，需要祷告不用嘛，钱拿去买就好了嘛，是不是？还需要开会开到三更半夜，为什么开到三更半夜？就是没钱嘛，是不是？才要开会讨论要怎样子能够有更多的钱，如果有钱就最好明天去买就好了嘛。为什么一直要开会说我们要祷告？因为没有嘛，没有那么多的钱求神开恩。所以祷告表示我们无能为力，祷告表示我们需要神，祷告表示我们依靠上帝。所以最近的确我很认同王牧师所说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我自己本身也一直最近一直操练，因为我常常发觉到我预备讲章可以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有没有一样同等的时间？我是有祷告，但是有没有花同等预备讲章的时间来祷告呢？没有。所以我的确我觉得我很认同王牧师所说，我们要更多的祷告，
有时候我就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也发觉如此，懒惰的继续懒惰，不追求的继续不追求，软弱的继续软弱，不侍奉的继续不侍奉。很多人就说，哎呀牧师啊，很多人会跟我讲一句话，你去跟他讲一讲，跟他说不应该如此，他一定听你的。我不知道，我常常我觉得你们常常觉得哇，牧师讲一句话人就悔改人就改变了。那我看到宋山解释如此，但是我自己本身我发觉，哎呀，整个子劝勉人好难。我们很多时候，我在神学院刚刚出来的时候，哇，我们总是会这样的，认为讲一篇道全部人悔改，后来发觉讲十年不一定悔改，很难，人的悔改很难，人的改变很难。所以我这一年以来，我常常就发觉到，很多时候我每次我要上讲台之前，我一直会想个事情，我讲道真的有用吗？人听的道真的会改变，真的是会悔改吗？我发觉其实我们牧师传道人讲话其实跟你们平时都一样，无能为力。我对很多事情无能为力，对人的悔改无能为力，对人的软弱无能为力，对需要劝勉的人劝无能为力。但是我内心的深处，我坚信一个事情，神开恩，人可能改变，所以我才敢再上来讲，不然我觉得很无聊，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何必，反正你们听听听听说说，好笑的笑一笑，好听的就听听，不好听的就走。到底我们对神的道有怎样子的回应？我在说，如果神不开恩，你在这里听到十年没有用。因此接下去的十五节很重要，十五节说然而 but， 哇，这个然而太美了，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是什么改变了保罗这个年轻人呢？神主权的施恩。而且这神主权的施恩不是从保罗遇见耶稣的时候才开始，保罗说什么，在母腹里面，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在神永世当中已经预定的。所以保罗说啊，你不要以为我悔改就是当那在去大马色路上的时候我遇见耶稣，我那时候才悔，才这个神才开恩。他说不是，我在母腹里面神已经拣选了，神已经预备了。当然到时候到的时候保罗才悔改，是的，我们没否认这个事情。但是保罗说什么，神的恩典不是那时候才彰显，在我母腹里面神已经选召，神已经开恩。原来我们还没悔改之前，神都已经在预备道路，神已经预备我们到那一天，神的时候到了使我们悔改。但是我们说从神整本圣经来看，不单是在母腹当中，在保罗另外的书信里面，是从创世以前神永世当中所预定的。那我很认同刚才我们的领会景峰所说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布道会，我们在福音兴聚会里面，为什么有一些的人听了就悔改，有一些越听越刚硬，真的有一些人是越听越刚硬的，因为他第一次来他还可以听，第二次来就开始插手了，第三次来插手睡觉，完全不听，他心里越来越刚硬了，在第四次听是发脾气的了。有些人越听越刚硬，你叫他悔改他发脾气，你叫他悔改他认为你是他的敌人。但是另外一些的人，你叫他悔改他心里面就受感动，他就悔改。是啊，我说保罗这里就是上帝开恩，神的恩典临到我的生命当中，
但是这里并没有否定保罗需要做出回应，是的，这个回应就是悔改。保罗要讲的是，是的，我在母腹当中，神已经呼召我，神已经恩待我。但是呢，保罗没有否定，当他遇见耶稣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神改变他的生命，他悔改了。保罗要说的是，这都是谈悔改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人总认为自己什么都对，没有什么可以悔改的。我不知道，我看到有一些的人真的他没有什么可以悔改啊！我不知道他的祷告是怎样子，感谢主我这五年没有犯罪了，是不是？感谢主这两年我没有犯罪了。我不知道，有一些人真的很难。但我自己本身，我每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都发觉有很多的罪，我要承认，我要认罪。但是有一些的人，你问他什么悔改，他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这种的义人是不需要耶稣基督的，至少他自己认为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是保罗似的，你说保罗可以对他向他显现的耶稣说，我有什么需要悔改的？我剩下的第八天收割礼，我从小遵守律法，我熟读律法，我每个星期去会堂，我是热心侍奉的人。保罗可以这么说，耶稣 你为什么呼召我，还大光照着我，是我跌在地上岂有此理，我这么热心侍奉你，你大光照着我，让我眼睛都瞎了，看不到，是吧？保罗眼睛看不到嘛，很痛苦那段时间，眼睛看不到。后来有一个先知为他祷告，他看得见。我这么热心侍奉你，有什么错？我有什么可以认罪的？为什么需要悔改的？为什么需要改变的？你指出来。保罗没有，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竟然。保罗在悔改过后说什么？我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在罪人当中，我是那个最大的罪人。今天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们可有很多反应的。有一些人生气、刚硬，或者是睡觉无动于衷，或者是发觉了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保罗要说的是，我不当是罪人，我是罪人当中排第一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每一天都发觉我们有许多的罪恶需要悔改。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求主开恩赐给我们悔改的心，来到耶稣十字架的面前求他赦免。我在说我们今天就是求神开恩，可能在你们当中有些人仍然无动于衷，有些人仍然生气，心里刚硬，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神开恩怜悯的人，我们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真实在面前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求你赦免我的罪恶。当中我们当然也有一些已经是基督徒的，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当我们每一次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谦卑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恶，求神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保罗生命180度改变过后，他一生到他死的那一天，他都是继续的热心侍奉主，绝不回头。求神帮助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悔改过后，我们一生走这个天路，继续的跟随主，到老不偏离主的正道，一生热心侍奉主，一生讨神的喜悦。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我请王牧师来带领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父今天早上将这样的话赐给我们。从圣经当中保罗他归主的经历提醒了我们，我们今天认识你全然都是因为你主权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要认识你，要敬拜你，敬畏你。我们回顾我们的过去，我们是这样的顽梗，这样的悖逆，这样的不认识你，活在罪的权势的当中，我们被魔鬼玩弄，我们自以为义，我们沾沾自喜，我们以为我们人生就是吃喝快乐。但是上帝啊，你在基督耶稣里面，其实在永世当中已经拣选我们，就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关卡，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时刻，你施恩感动我们，让我们发现我们是一个得罪你的人，发现我们生命当中是这么多的肮脏污秽，发现我们没有办法透过别的路径来去解决罪权势的问题。你就是这样爱我们，你就是这样愿意拯救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把自己交托，求上帝继续借着你的话大大的感动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渴望你的话，看一切如粪土，正如保罗一样。如今活着，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活着，叫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不再为自己活，我们真的很期盼为你而活，为你的福音而活，为你的荣耀而活。求上帝你常常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热心侍奉你，是按照你真理的知识，而不是按照自己社会当中的经验，或者是从这个社会当中世界其他的管道所领受的知识。你说主啊，我们热心侍奉你是按照真知识，也不断在你的恩典你的真理当中成长，在我们余下的人生成为真实敬畏主名的人，真的可以成为你的见证。愿主你保守我们的心不偏斜，一生走在你的心意当中。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真的求主拯救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你的拯救。过去你已经拯救我们，我们这一生依然需要你拯救我们，脱离许多卑贱的事，常叫我们因着你的话而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以圣洁与公义来侍奉你，见证你，传扬你。愿荣耀归你，愿生命的道造就不单是归于我们，也把造就归到你所喜悦的人。借着我们的服事怎么去建造人，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